好了，这一次175级的175级的五 A 五，现在观战方和对战方从变身卡方面啊看不出来谁偷袭谁，观战方三个变身，对战方两个变身，但是变的身都是比较贵的。双方的偷袭的话，基本上啊也不是特别的激烈，要不然变身也不会选择这么廉价的变身卡。观战方是一把鸟阵，对战方的话是一把龙阵。对战方是一个家族，观战方好像是一组五开或者代练。咱们看一下下回合啊，一速二速的情况，以及这个现在双方的存亡状态。有人说是观战方偷袭对战方，观战方输定了。男的兔子好手，女的兔子可以，男女都可以啊，男的女的都还好。其实不像是秒啊，这个叫秒就赢啊，秒魔王秒就赢，地府也是秒就赢，化成也是叫秒就赢，这秒就赢是个家族啊。30秒过去了，对战是福战团队，哪边是观战方？我离我近的是观战方，离你电脑屏幕近的是观战方，也不能说电脑屏幕近啊。这边是观战方，这边是对战方。好，对战方已经开始用须弥啊，须弥来清理战场了。观战方这都地府开了个鬼眼，存活单位每个人都能开上啊，证明了一个问题，观战方还没有崩。观战方化成一个推攻过去，加了好多血。对面的话无底洞啊，对面的门派是无底洞。观战方打得非常的稳，好像请指挥了一样。这个时候，对不对？竟然还在清宝宝，说明观战方还是比较稳的。双方的话都没有非常牛逼的法系。观战方的队长是一个龙宫啊，这个法系还是很牛逼的。对面的话，凌波城来了一把断音式，对面的物理系是凌波城啊。观战方这头是魔王。观战方是一龙宫、一魔王、一大唐、一化生、一地府啊。观战方的阵容还可以，而且大金准备的比较充足。幽灵竟然不是死亡法王，那是个力劈，可以推气过攻啊，推攻过气，你管它是啥呢，差不多就行了呗啊。好，这个龙宫一个群秒的话没有法术暴击几率啊。观战方的话，从这回合的表现来说，硬件应该好于对战方的。对面的物理系的话也不是说特别占优势啊，凌波城那种物理系在观战方有物理激素的情况下，对战方不占什么优势啊。不过观战方也不着急，可能知道这种非福战号的话基本上宝宝也就两三只啊，一般只有福战号才会弄11只12只宝宝啊，用8只出战加上一个孩子，这种正常任务的号一般不会准备那么多啊，不一定名字起的牛逼的就一定是福战号。对面女人村一速飘三风飘中了魔王，地府笑里藏刀对战方的那个无底洞，观战方化成推血，观战方基本满血，对面推血血估计也是接近满的，这头的龙宫正常秒啊，秒加魔王清宝宝啊，这下的数据就不是特别暴力。这回合狂暴没有暴，对面的话断音式啊，断音式的话是需要消耗自己一点战役的，说明对战方清宝宝清得很急啊。不过还好这回合清掉了，而且对战方的无底洞处于被罚站的状态，这回合的话双方都还好，也都是不怎么亏啊。啊，对面的话法术暴击几率击出来也挺牛逼，观战方这边马上又变成武壮士啊，不清虚迷有点难受啊。不清虚迷这一回合虚迷等同一个小法系，哪边是好人不知道是谁偷袭谁啊。高价一切收五宝，高价一切收五宝，你们说对战方是福战号，一个福战号的宝宝名字可能叫高价一切收五宝吗？应该不会吧啊，福战号哪有时间去天天收东西啊。我感觉对战方输的几率稍微高一点，观战方清冷能力还比较强。这回合的话用低速笑高速提前笑啊，笑失败了，对战方已经给分头用出来了，观战方这把宝宝的话需要补一下。对面的话无底洞欠缺的一逼啊，没有战役了，只能浪涌。这边龙宫有罗汉秒的数据有点难受，对面多元士以后继续破血的话同样增加了一点战役，清掉了一只宝宝。孩子的话残血，看是高鬼还是高神。对面龙宫再次秒回龙三位啊，龙三位的龙宫数据输出还是很暴力的，观战方下回合得点人了，有地府不去点人的话啊没啥用。回血又回不过化生，对不对？辅助又辅助不过普陀，而且观战方没有灵动，没有罗汉，对面龙三位秒来很难受，对面也不带普陀，龙宫没起龙战。偷袭不应该天阵吗？现在不一定，现在的偷袭的话都是给你500秒准备时间的，300秒准备时间让你自己去打临时弹药啊，联系战友。
不是像以前那种暴力的直接切进去直接进了，对面封了一把特技没有封中，关键方这头地府的话来了一把罗汉盖掉了六个单位上，花生寺爆了一把慈悲群推2100多血，对面的话无底洞再加了个法防，法防加灵动，法防加上罗汉，观战方的这个魔王和龙宫啊，不如对战方一个龙宫输出输出多了啊，就是一个状态问题。对面的话，凌波城战役也很多啊，宝宝的话，两只宝宝新出来的宝宝都没有覆盖上罗汉的状态，有罗汉状态的宝宝直接就是一波残血，龙宫一出来就要被秒。这幽灵的话是个死亡法防的，速度比龙宫还快啊。这只幽灵的话是血宠，如果是300秒下线的话，300秒啊之内下线的话，也会300秒之后自动进入战斗，并且一直拼 A 自动啊。就是等于硬生生的自动等人干死了，到了时间会直接切入，你下线跑的话是跑不了的。兄弟们右上角关注点一点啊，包裹里有人气票的，不指望着抽奖的可以送一送。破血狂攻啊，观战方这头清宝宝的效率其实还是挺快的，毕竟三个输出点嘛。对面有罗汉的时候，观战方直到这头群秒的数据非常难看，与其给对方加分钟，还不如啊直接二龙吸入啊死亡法防啊。双方的话硬件都不差，起码来说应该是12段帮战以上的啊，而且准备的都比较充分啊，血种什么都有。对面清宝宝清的也很快，观战方这头宝宝应该出于劣势。我看一下本场比赛的第二回合啊，现在是本场比赛的第24回合啊，观战方还有罗汉状态，下回合就没有。对面的话，凌波城的战役已经积攒够大飞机了，而且对面的女人村一旦封中啊，一旦不小心封中观战方的化生，对战方可能就赢了啊。观战方这头想赢的话，必须得激进一点啊，指挥。指挥牛逼啊，敢于点杀啊，敢于突破，小死亡给我往里进一进啊，先干法系。这头的话龙宫被封啊，地府的话还是选择毒当做一个恢复门派来使。对面的话状态太好了啊，观战方这回合罗汉下回合接不上的话很难受。对面死亡法王宝宝竟然不带高毒，化生寺加了一把金刚护体，对面出了一个孩子，化生寺加防御啊，加抗性，10个单位全加。好，对面的凌波城呢，似乎战役够了以后的话，也在无限的清宝宝啊，类似于武装的烟雨剑法断云式，一次要消耗一点。这回合观战方用了一把魔王的大招啊，这是需要用矛的，一个大招给地上弄得脏脏的，并且法术伤害增加。但是观战方一是鸟阵没有输出位，二是没有灵动啊，所以说数据秒的啊不好看啊，数据秒的有点欠缺，不好看啊。对面没罗汉秒的也不好看，难受啊。这个可以送药偷袭吗？进入战斗中是不允许送药的，不允许给予物品。啊，勾魂锁不能送药，平时任务死的话是可以送药的。勾魂锁就等同于非常正规的啊 PK 了。如果对战方能杀死观战方的话，对战方强逼观战方的话是不需要受到太大损失，只有人气损失。如果对战方强逼勾魂别人被自己被干的话，不会像以前那样掉装备，但是会损失500万的游戏币，勾魂锁会没有啊。像以前的那种设置中，如果你强逼别人自己死了，你会掉装备的。现在梦幻西游装备这么贵，他妈的有10几万20几万掉一个啊，事情大了。这头啊，这头的大唐被封啊，化生寺绮罗，欢迎我不败哥啊，不败哥鉴定君我手续了又忘了，今天那两件衣服我被刷屏刷了一天。魔王寨啊，出了一个法爆，爆在了无底洞上。对面的无底洞其实就是一个小罗汉，3缺1砍麦啊。好，观战方的宝宝其实也不怎么绿啊，3缺1砍麦。观战方这头宝宝出一个没一个啊。对面的话可以3点战役，天崩地裂啊，点杀估计也点不死人，也就。对面想点人也就能勉强点死大唐，而且看凌波城清宝宝那种数据啊，伤害不怎么高。我感觉对面凌波城伤害确实不怎么高，我感觉也就3300的感觉。假设一线是3700的话，对面的伤害感觉就只有3300。可能是双方都有化生寺吧，一个加防御啊，一个加攻击的。
现在这个词不太了，有啥不太了？应援勋章可以多买点了啊，对，可以买钓鱼岛的应援勋章了，就是购买的方式比较复杂。在这个年度盛典的单项活动里啊，点击啊颜值担当购买6块钱一个，然后就可以自动带钓鱼岛的牌子啊。赚到的钱也不是归我，先进得到奖池，获得到冠军以后再统一发给我。好，断岩士继续请宝宝，对面他妈一次平砍一次断岩士，对面请宝宝真的怪怪的，不过效率你别说还挺高啊，换成武装岂不是更好啊？这场比赛打的是真他妈磨叽。观战方这头被封成了狗，没有清清，没有机会去点人，宝宝一直在被清啊，打得越久观战方越难受。啊，对面的话一速奇塔观战方地府啊，只能无奈的读一读。对面的女人村其实封化生寺是有点难封的，化生寺的话有一个啊门派特色免疫，对面的话一个化生寺加无底洞超高回复啊，物理抗性高，然后再加上法防高，很难受啊。这头的大能官府攻击挺高，好像这个宝宝是神了，第一刀3000多，第二刀700多。观战方这头用了一个啊，用了一个变破变身的卡片，哇，这头出了一个逆境，这头出了个逆境下把，那没有办法，只能正面硬刚了，想办法点死一个吧。一速是不用想的，点不死，一速站在了防御位啊，还是一速啊。老王几点下直播？我也不知道几点下直播，今年感觉得他妈播到4点半5点啊，我也不知道播到几点。相信自己的钱给他打没打完，我看一下啊，名字发给我，相信自己名字也发给我，你只发了支付宝没有发名字啊，真实的姓名。好，这边的话状态全加，这把的话加的是一把伤害，给大唐加伤害啊，这把要搞事情，对面也加了一把伤害，对面的搞事情就是无限清宝，对面已经稳赢的情况下不着急了，这头大唐被封啊。二龙西珠是看是不是对着五号宝宝秒的，观战方魔王又他妈来了一把罗汉，哎呦我去，真他妈稳，这么打的话观战方输定了，宝宝没有。老王今天推迟直播会不会成为你明天不直播的理由？存在了不存在了，谢三，好，收到。哎呀，教授又来了，这个教授是咱们啊谜底的啊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主播啊，谜底一个非常优秀主播，一个新主播每天就花200块钱发千里传音，我表示很羡慕。没啥事经常看见你啊发个千里传音啊，这资源那资源求点关注之类的。观战方还在清对战方的宝宝啊，大能官府横扫加破血，该用都用，观战方这都宝宝被清的差不多，一直在防御啊，龙宫一直群秒500血600血，魔王一个群秒1000血，还是魔王的法伤稍微高一点，对战方一回合能造成1700的伤害，对面的话不爆的话，对面化人寺不爆的话一回合被掐，观战方对战方开始炸完了。老王给我卡黄，兄弟榜单10000才能卡黄，相信自己啊，榜单10000能卡黄。谢谢美滋滋，美滋滋老板今天又来了，欢迎我们瓦纯纯美滋滋老板的，谢谢老板的100张年度票。刚才那个教授是从520过来的吗？不是，他就是一个2008 PK 的一个高帅富，一个现实里已经很成功的人又过来当主播，对不对？陪你们聊聊天而已。双方打的节奏好慢，对战方清宝宝清一半，他们开始起高调炸完了。观战方大唐起关将干将吓唬人啊，观战方罗汉还有最后一回合，
好，龙宫再次取秒，秒出了82的数据。居民们，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见，反正我是看见了，数据82，看见了吗？秒后面那个女人孙啊，在有罗汉的状态下，再加上有一个啊，有一个无底洞的小罗汉的状态下，打了82连血，对不对？这回你们知道我为什么200万的龙宫才秒700和400血了吧？因为，对不对？如果不花200万的话，就只能秒80多连血。这不是录像，这是啊，这是一场偷袭啊，这是一场偷袭。观战方现在被对战方女儿村控得太死，对面无底洞啊全程加血加花生丝加血，对面方一直满血，观战方点人不太敢点啊，清宝宝又清不动，清不过对面啊，对面罗安还有两回合呢，这两个法器输出都不够。好，这把高速开大堂，大堂肯定要搞事情，地府真的这把真的死活下一把小死亡啊，我操，接着毒啊，死活干的呀，大堂有干将，有速度，对不对？你他妈不虚他。佛法无边，给魔王加上，魔王那个佛法无边的话，加的意思是就是让他无限用啊，无限用三昧真火。好，大唐官府长驱直入，干将青宝宝还用武龙丹开的，我操，你一个武龙丹加他妈这么高的速度优势，只他妈换来一个长驱直入，太亏了啊！感谢教授啊 PYLV 啊，感谢教授 PYLV 的啊，又一百张年度票。哪边是偷袭方，我还真的不知道哪边是偷袭方，如果有区内的玩家可以提供点线索。观战方五只宝宝被清的啥都没有啊！龙宫他妈炸两次蓝，又他妈开始群秒，也是个逗逼。龙宫没有花圣吧？花圣的话该起个龙战玉野啊！观战方想赢的话，必须得点死一个单位啊！点人的话，一是有宝宝掩护，二是的话得有一个啊青青。点人的话能估计也就能点死两个单位，也就是他们的法系和他们的啊这个输出门派凌波城。两边都是五开，主战偷袭对战。我操！感谢兄弟啊，解说的真他妈专业，一句话里包含了太多的信息。双方都是五开啊，双方都是五开，不存在指挥之类的，全都是自己直接操作。不能吧？这种五开这种号得多少钱？龙宫带法爆的得多少钱？好，对面断元士啊，随便断了一个。这魔王抗性咋这么高呢？魔王啥魔王抗性他妈这么高啊，挂上了一个碎甲，开的都是别人的抗啊，就是带练吧，是不是？你的意思双方老板都是老板，带练干起来了啊，都是帮战号，我感觉这不像是一个带练能操作的，带练再牛逼，带练五开他妈操作也他妈得自动啊，又不是皮哥啊。老王抽波要把今天抽奖抽的差不多了，兄弟们没钱了，说不想抽。好好看 PK， 老他妈什么抽奖？咱们距离上一次抽奖时间已经过去了1小时零30分钟，在 CC 已经是这样的局面的情况下，我直播间16000人，我忍住了1小时30分钟没有抽奖啊！兄弟们，高尚不高尚？牛逼不牛逼？有钱。观战方再次覆盖罗汉，我打 PK 的时候不喜欢开抽奖，打 PK 的时候不太喜欢开抽奖，真的本来就不太会指挥，不太会解说，还不专心一点，对不对？嘻嘻哈哈的骗点礼物啊，更不好，还是让我专心的解说比赛吧。啊，其实观战方的话，如果硬气两把，对战方状态虚弱接不上罗汉的话，也是有机会的。关键这一切的话，都得有个良好的开局，良好的开局就是点死个人啊，你不点死人，这怎么打？罗汉你马上，对不对？没有了，又是一把难受。你现在好歹还有三回合是满的，不过对面有罗汉秒你的数据很疼，这回合魔王残血法化生字加一个佛法无边，就他妈秒了一回合，还没出法连啊！而且地府的话点杀其实有驱散点、小死亡点、无间点、摄魂点，这么多种点杀方式随便选择一种，地府硬生生的把自己当做了一个恢复门派。对面的血加的也是一把特别的满，这头大刀官府又他妈长驱又他妈破血，清一只宝宝啊挺费劲，好在还好清掉了一只。这个175级真的是没有人带四海的，带四海的号绝对不是福战号。对战方是不是福战号不知道，观战方肯定不是，而且观战方这波宝宝血也特别少，对面他妈，对面的话看观战方一有罗汉的话立马就炸蓝啊，
然后对阵方还有个武装的孩子，每回合都能回点蓝啊。观战方罗汉最后一回合啊，对战方一速对不对？把这个愤怒控好。好像对战方女儿孙，你们见过他用过笑里藏刀吗？他好像没有笑里藏刀特技。我记得他有一回合想封地府的时候没有笑，是封了地府的特技啊。我突然感觉到对面的好像女儿孙，我没见过用过啊，没见过用过笑里藏刀啊，有吗？我只知道观战方的装备是14段以上。操，那我说话得注意点。万一哪方观战方和对战方哪一方被他们打跑了，吊威岛在突袭我。我操，真鸡巴稳，都这逼样了还能接着起罗汉，愤怒都不需要留一留的啊。对战方状态特别好，10个单位全有，还他妈加各种状态，什么罗汉呐、塔呀之类的啊。观战方龙宫继续一波龙，观战方又是武壮士，并且没有分，并且没有分都没有罗汉。这回合肯定就是出宝宝，对面的话龙宫你这时候对面的宝宝全都是生存能力比较强的，我看没有特别牛逼的耐力皮啥的都没有，扔不了药啊，扔不了药，比赛打的不会太久。好在这场比赛是175打，这要是69有109打我早退了。龙宫再次被封，地府加了个鬼眼骗自己增加抗风的距离，化生寺加完接近满血，对面无底洞继续推，无底洞自己的话血的话都差不多满了。这回合大唐由于被封，而且基本没什么保不出，起了个纸，对面破血继续清，观战方抗性可能是比较低的一个啊，比较低的一个魔王啊，宝贝跟着魔王，这魔王是怎么加点？这魔王加点不正常啊，我很少见到一个魔王他妈被物理系干的话几百血啊，防御如果防御没到3000的话，只能说明对面的灵宝箱有点欠缺。化生寺其实打 PK 中也不会特别频繁的使用舍身，舍身区域的话用完虽然能暴力的一下一管子血全满，但是化生寺的抗性是永久性的降低啊！真的，这回我他妈我要是拿我的那个狮子岭过来应激一下子啊，全他妈得死。前天晚上做梦我的狮子岭点化出了漫天花雨套装，攻击3700，增加野兽大克对战方10%，增加了3次漫天啊，然后伤害的话应激过去的话数据是7000多啊，老他妈帅气了。这一切都可以实现啊，充钱可以使我变强，完了刚说化生寺不应该舍生，对面就来了一把舍生。对面这个金刚护体加的是给地皮加的，段岩是继续出刚出的一个宝宝啊，我操，又他妈罗汉，真鸡巴稳！地皮华山啊，接着劈人。上回合劈了1500，应该是生死诀爆的。我操，不是爆的。我操，这地皮杀人地皮，好像这地皮杀人地皮啊，这个地皮可应该是杀人地皮啊。这杀人地皮攻击有点炫酷的。观战方这回合别的不用想，肯定要把狂暴先清掉。如果而且对战方那个杀人地皮的话，如果真的杀人地皮，还可能搞鬼的啊。这个魔王抗性这么高，血被干残了。这年头还有用杀人力劈的宝宝啊，没见过。想这样的 PK 看着养兔，这个 PK 其实很多武神坛三峰的比赛打起来也基本上也能打出这种效果，这个感觉还好，没啥太大问题，不是特别难看。好赖是175级的龙宫是秒7，这把封大唐，这把的话这把封了大唐，水清开了龙宫啊，这个水清开了龙宫应该是实属无奈，可能是没有啊，可能只是没有武功丹而已。大唐官府这回合可能是操作是扫宝宝，没有出手，龙宫群秒了，炸的宝宝2166，杀人力劈的话顶多3500血。这个魔王还没有对着那只力劈秒，好在清掉了一只宝宝，这只力劈啊又要干观战方的大魔王了啊，又劈了1725。龙宫的话，在观战方有状态的情况下，就一个花招，就是一个龙吟。观战方就一个宝宝，还他妈防御了。对战方女儿尊下回合可以飘，也可以用大招封一个，可以大招封一个龙宫，然后这回合可以把观战方的魔王点了。
你们说双对战双方有指挥吗？我感觉不是瞎打的。他们虽然指挥的可能不厉害，但是我感觉确实不像是瞎打的，因为我咱们瞎打，一般人瞎打打不出来这种效果。还知道笑里藏刀呢。无敌动加血，破碎继续破碎对战方的凌波城。凌波城没蓝了也不是很慌，而且对战方宝宝要那么多，无所谓的。这边魔王再次群秒，群秒的那是狂暴上，狂暴再次杀人力劈啊！不暴必杀的话就1700，1791，龙宫继续龙吟啊！这回合魔王要残啊！这回合杀人力劈再不飞，魔王估计要残了。不过对面杀人力劈估计快没蓝了。对面龙宫技能很满啊，能炸300多血。对面龙宫太怂了，为什么炸蓝？可能也是觉得观战方药品准备的不充足。对面的话，女人村啊，普通封观战方的一个魔王，观战方的话被打了这么多回合，愤怒估计差不多又快够了。化生寺再次给观战方大唐官府自己一个人加伤害，因为现在没有宝宝，只有大唐一个物理系能加伤害。化生寺都没推血，这回合啊，只为了一把长驱直入清掉这只杀人力劈。杀人力劈果然是高级鬼魂的，果然是高级鬼魂的。这个啊，技能的话是想给这个狂暴用的，没用上。这回合的话其实是一把点杀啊，这回合应该是个点杀。龙宫的话应该用的是二龙七珠，仙人指路相当于一个五龙丹的效果吧，前三次能解开五龙丹的封印啊。这个是个引攻啊，打了883，龙宫二龙虚竹，魔王残血1486，还有一只宝宝的话也会飞，有一只宝宝但是没有跟。好吧，下回合又是一个比较亮点的操作，对战观战方的化生寺要给观战方的魔王一个舍生，不过同时呢地府跟化生寺也残血。对面的凌波城啊，我希望有时候能看见他的一个天崩地裂和飞机。对面的凌波城特别的啊，特别的镇定，特别的沉稳，每次用的最强的攻击就是啊那个浪费一点战役的断元士。女儿孙啊，毒人啊，暗器飙了一下没飙死。观战王地府回血，看化生寺舍不舍了啊，估计是要舍的。他已经舍过一次了，对不对？破罐破摔了，防御低也不差这一点了，你就给我舍了。舍了7000多血，血也不多。普陀对战王普陀山蓝够的情况下可以啊给宝宝拉起，舍生还加大金，有点浪费了。我操，两个加大金啊！这个舍生有点炫酷啊！化生寺开始加蓝，魔王战又把罗汉加起，我操，这波打的啊！双方的进攻点杀套路好低端。我突然感觉，其实啊，专业比赛看完了，看这些比赛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打法完全猜不到。舍生加两个大金的打法，绝对不是正常 PK 中能看到的。而且观战方的大唐官府速度好像比对战方的化生寺速度快，然后这边法系的速度有的时候好像还比对战方物理速度快，更加验证了应该不是五开操作的。怕化生寺被封印，那就直接加大金好了，因为化生寺舍他干嘛？老王上去一把飞机能干死他吗？不能。飞机也是要有状态。我操，点杀出现了。本场比赛的比赛是观战方地府的一个小死亡，观战方三个风系三个输出门派可以同时输出，而且对战方没有罗汉的状态。第一刀1737，第二刀2451，第三刀800多啊，观战方成功的小死亡点杀了对战方的凌波城一把。对战方死完以后啊，这个战役还会减少。龙宫的话，一个二龙吸出1691，对战方凌波城倒地。这头的话，魔王寨可能是个单秒三维真火啊，三维真火单秒清到了一只宝宝啊，也不亏啊。对战方的鬼魂宝宝等待自然起来，这种高级鬼魂的宝宝，即便起来以后的话，仍然是啊蓝不满。观战方这波虽然被点死以后，但是他点的人不关键，我感觉他点法系可能比较关键啊。点死那个无底，点死那凌波城也没啥太大用，那凌波城
上来就是嘻嘻哈哈，不是浪涌就得这帮多元人士打人一下1500血，都他妈没有杀人力批攻击高啊。他要点龙宫的话感觉还行啊，还能找找机会出出宝宝。其实早就应该开始点了，指挥可能啊被叫起床了，开始上了。妈，卖云盘的来了，云盘终于打探到是哪个服务器了，开始上号。好，观战方龙宫勇敢起来了，开始秒了啊！不跟你嘻嘻哈哈，开始迅速的清宝宝，趁着凌波城不在的有个多秒点。魔王战士的话先来个牛进，现在的场上的局势不算宝宝的话是5-4。对战方的龙宫啊，继续龙卷，孩子哪怕残血也继续龙卷，治疗的话加无底洞。对面的血加的太足了，对面的话基本上我感觉血全都是满的。其实观战方的大唐比对战方凌波城我感觉伤害高很多。打凌波城起刀的话是1700开刀，你要知道大唐官府的第一刀伤害的话可能是实际伤害的70%左右。而且对战方我感觉其实点的人也不对，这魔除了魔王防御高的话其他防御都不一定有多高，化身的神圣抗性可能都不是特别高。这回合大唐官府血够啊，也可以继续出手，可以横扫了，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宝宝了，继续横扫。扫一速，攻击还行，攻击还行。对战方已经开始贴了，说明血很少，但是龙宫要给抗龙，龙宫要给抗龙归海，抗龙归海2100差不多能点死一速，点死一速的话，对战方很难打。哎呦我操，这个抗龙归海点出了一个大丝瓜的感觉。对战方的女儿孙可以非常确定的啊，没有带那种啊超级牛逼的那种灵士啊，没有带法防灵士。不过观战方宝宝确实很残啊，观战方宝宝确实很残。不过对战方一速也死了，不过是没有中小死亡死的。这回合大唐血洗，龙宫血洗，啊，化生残血，地府残血，魔王被封印，没有宝宝，没有药品啊，加血只能靠人。这个时候如果憋一波化生，憋一波须弥真言的话，可以出了。观战方从第42回合以后突然就变得特别有套路啊，什么精清效礼啊，进攻组织都非常的有节奏，就是太劣势了。如果再是有点优势的话，观战方都有机会啊，能拉出两只须弥的话就可以了。对战方现在就一个小龙功能清清宠，对面的化身寺开始推伤，魔王战一个群秒，能守尸体吗？守不了尸体，实在是没宝宝了，我估计有宝宝的话这回合都应该是出宝宝的。杀人力批起来了，但是蓝不一定有多少。这个对战方一速可以起纸，也可以尝试风啊。飘三风要赌运气，飘不中的话观战方还能继续点，再点死一个对战方也很难受。关键就是能不能出来两只须弥啊，压一下对战方的这种啊上限，让他一直倒地。对面女人孙直接飘了一个，没飘中。好，观战方地府直接出了须弥，漂亮。观战方地府这只须弥出的漂亮，两只以上的须弥啊，就算是一只成型须弥了。效力桑刀啊，效力一下队长。这回合大唐官府接着干嘛？对面是有伤的情况下强行卡大金啊，血虚血很多，直接扫无底洞。我操，扫无底洞差不多能干死。这把差不多，观战方差不多能赢，给无底洞干死了。龙宫的话给群秒就行啊，龙宫给群秒可以。我感觉真的是请指挥了，打法一下就变得特别不一样。观战方在没有宝宝的情况下，都他妈能给对战方连点死三个人，先点死凌波城，再他妈点死一速，再杀死无底洞。感觉现在就正在进行的比赛，这就是专业的指挥突然上号了，正在吊打对战方的五开。对面是代练，观战方现在应该是有指挥了，突然一下子打法变得就特别不一样了啊，特别的刚猛。前面其实我早就说了，观战方一直有机会点杀对战方，对战方一直不用，当时有宝宝的时候不点，现在没宝宝的时候狂点，肯定是指挥才行啊。像这种比赛的话应该是请不起银河的吧，银河这么高端，一场比赛是不是得咋地得一个2000-3000吧。双方任何死一把应该也不会想花2000-3000吧，又不是准备特别充分的专业 PK 啊，而且银河在滑雪，花生寺又给自己来了个舍生啊，两只须弥啊开始出成型须弥了。如果再点杀一次对战方的女儿孙的话，对战方的话就将没了啊。
对面现在完全被打懵逼了，都不知道怎么打了。上人力劈一顿下鸡巴劈，开始劈花生去了啊！劈了3368，魔王寨继续一个，龙宫继续一个群秒啊！数据还是可以的，宝宝随便一根啊！这只须弥神对面很伤啊！这只须弥神的对面很伤心，对面的林伯成起来抓紧时间清须弥呗！对面也他妈出一只须弥，双方开始对冲了，我操，好看，精彩！现在的话，对战方清观战方须弥，观战方清对战方须弥。法系的话，一直群体输出。观战方好在这是有一个啊物理的输出，想点谁点死。对面的话有一个未知数啊，可以拯救世界的女儿孙飘三风啊。双方谁输谁赢，这回合其实还看不出来啊。但是这两回合差不多就在赛点了，比赛的结果可能就在这两回合影响最大。无间开的太早，因为双方都有可能死人。对面女儿子飘三风飘中了一只须弥，小死亡点刚拉起的林伯成啊，大能官府随便扫一扫，对面的话一柱不死其实无所谓的。这边化成四加了一个类似于群堆的技能，一个四海横扫千军啊，这把小死亡扔的是啊，用的是物理系，然后点的是化成四，这大唐怎么扫谁谁死啊？我操，这大能官府攻击这么高，扫谁谁死？这大能官府感觉他妈像是他妈的风少叠了三层无间的那种感觉。这一回合点的很意外啊，这个是魔王。这回合可能也是观战方指挥的一个特别高级的套路，故意小死亡点物理，因为他知道他血多血少伤多啊，血少伤多，龙宫秒秒就死了，然后顺便对不对给队长干死，算这个意外收获。我操，真的，这兄弟们，你们能，我真的这场比赛我都有这种打假赛的感觉，这种比赛给我有一种那种打假赛的感觉，完全不应该这么打啊！我不相信，就短短的7回合，对战方10个宝宝，观战方这头5个宝宝还他妈残血，观战方竟然赢了啊！就几回合的时间啊，观战方一下就特别猛了。对面的凌波城确实是水的，这两个法系啊，秒出优势来了，就一直秒就够了啊！比赛要结束了，如果是观战方偷袭对战方的话，只能说恭喜观战方了。看能不能带走一个，我操，还有慈航！电视剧没有结束，还有一个慈航，慈航的话能拉起无底洞，能拉起化成四，化成四的话暂时拉不起来大唐，可能对面的话宝宝比较充足，还能继续出宝宝，这是一个归宿慈航战略。不过这回合观战方直接开无间，大唐官府直接长驱直入对战方女儿村，对战方女儿村包死的。这个慈航即便是出了的话也没啥太大的用啊，也拯救不了世界啊。好，慈王普渡出了，只能拉起两个啊，毕竟有一个中了小死亡，一个10000血，一个9000血啊。好，无底洞起来的话直接给这个一速加了一个血啊。观战方继续大唐再出一只须弥啊，压尸体，对战方也出了一只须弥，炸了2900，观战方化成四有可能会倒地。观战方化成四被这个化成四拉的须弥给清掉了，加血没加上，我操，还会有变化吗？无间没有开啊，我操，不会吧，这个比赛打得比他妈福战突然精彩了很多啊，剧情开始各种反转变数出现了。突然比赛变得不那么低端，变得高端一点了啊！观战方现在须弥可以，孩子也很多啊，硬生生的把宝宝出完了。一速给自己加血，因为慈航以后的女儿村的状态呢是十分的虚弱的。这把的话，观战方应该继续得小死亡干，这回合没有悬念，小死亡必须干。这孩子竟然还是高速的孩子，能辅助化成四的孩子真少见。大唐官府破血，继续清须弥，一刀清掉了一只须弥，高级鬼魂的。有点牛逼，化成四推伤啊，给女儿村，对战方想帮女儿村，龙宫一个群秒，数据一般般啊，对战方孩子还是拉不起来这个啊，凌波城，无底洞不加状态的情况下，观战方的魔王数据还是可以的啊，再次手指化成四，不要紧，亢龙归海点大唐，我操，亢龙归海点大唐，大唐神佑了啊，哎，等一下，大唐为什么没死啊？不是吧，大唐官府还有神佑武器，我操，大唐官府还有神佑武器，你妈武神坛都没有大唐官府带神佑武器的，因为武器必须专用高伤的，没想到这个大唐官府还带来把神佑武器，大唐官府没有死，对战方的龙宫可是中了小死亡2回合呀，观战方而且没有伤，对不对，高速宝宝拉起化成四，
化成自己一个舍生大唐官府继续满血，可以继续扫地府小死亡再摁一个，两个法器可以同时输出。这回合大唐出不了手的话，观战方苗苗也赢了啊。对战方女人尊这回合也封不了人。好，加血给无底洞，还阳拉起，化生四枚蓝加血，大金直接给大唐官府卡。对面的话，无底洞加完蓝以后，加完血以后又撸了一管血，对战方的化生四被破碎了，还好出了保护，不出保护完全就没。观战方这时候突然又开始猥琐的加了一个四海，其实这个四海加的性价比特别低，化生四有伤，大唐官府血的话其实够用就行，你也不横扫。魔王战一个暴击干死了无底洞可以说对战方没了，对战方没了不存在的，翻不了盘了。看你颜值垃圾，竟然给你个颜值担当我真是什么？这句兄弟是怎么说的真心卧槽逼格高。不用解说了，对战方没了真的有点炫酷对面的话已经不再具备 CH 的能力了， CH 的话得首先的话速度最低，保证女儿村能拉起，女儿村得有9，下回合绝对一速不中无魂。地府开始修特技，一波清清，化中寺也开始浪，不加伤加血，大唐官府破血，直接杀龙宫，虚弥真言知道自己残次，直接保护，这把是要跑，这把对战方怕是要跑了，这把对战方是要跑，我说虚弥怎么突然不秒了呢？我操！好，恭喜观战方，恭喜观战方观战方赢了观战方赢了。一场比赛真的好精彩好刺激，还好没错过这场比赛，这种非常难得没有专业指挥介入的比赛已经越来越少了，随机性很强。开始我以为观战方赢了，后来发现观战方要输，后来我发现观战方要输的时候观战方又要赢了观战方我感觉要赢的时候对面又来了一把慈航，而且还意外的爆死了化生虽然最后没有改变结果，但是这场比赛还是很好看的。